那就要欢迎我们的局长上台来和大家说说话啦！掌声欢迎我们的惩罚局局长林崇杰局长，有请局长。我们学姐，我们曹理长，我们陈理事长，我们王主任，还有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这个虽然这个今天有点热哈，可是这个凉风吹过来，其实还是有点舒服的哈。那我们竹子湖现在是台北市今年成为台北市第三个休闲农业区，那每一年呢三月到这个四月五月初呢是我们的海域季，跟着从五月中开始我们的绣球花就登场了，五月到七月整整，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有十个农园开辟出来，那待会有空都可以到附近的田那个我们的花园去看看，其实都非常漂亮，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绣球花季呢来推动我们竹子湖的这样的一个休闲农业，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假日的午后一起来享受这个美丽的台北，美丽的竹子湖。谢谢，谢谢局长，局长请留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张合照，对不对？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学姐一起上台来，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我们的台北市的吉祥物，我们的熊赞，请登场。耶、yeah, ，熊赞没有听到掌声是不会出来的。耶、yeah, ，好可爱哦，熊赞，来来来，小心小心上楼梯。你一个人可以上来吗？哇，好强哦，哇，几个月不见，你已经可以自己上楼梯了。来来来来来，哇，好，那我们有请我们局长和学姐偷偷摸摸的，太可爱了。好，那我们请局长和熊赞一起来一张合照吧。来看前面，好，开心。好，我们来比一个赞，点右手边一点点，耶、yeah! ！好，左手边一点点，有摄影机，我们的媒体朋友、媒体先进在前面这边。好，中间最后一张，赞啦、啊！谢谢，谢谢局长，感谢。好，那我们局长呢，因为事务繁忙，还要继续去忙了，感谢局长，谢谢，哇，好热情哦。你这没大没小，好啦，还给局长，谢谢局长，谢谢。哇 ，OK， 好，接下来学姐刚刚有特地交代我，这一栏已经先放在旁边了。学姐，来来来，你拿一下，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栏。哇，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对不对？来，熊赞，你冷静一点，看到好吃的东西，看到吃的就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对不对？学姐，这个重量还 OK 吗？有一点重，有点重，对不对？微重。好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来，壮汉，来，请上来。我需要征求壮汉一名。对对，不是熊赞，你，对，你是壮熊，好不好？来，哦，是这位帅哥帮我们拿一下。谢谢学姐，这一栏听说大有来头啊，是，这是我们台北市在地的这个糕点店，对不对？是从哪边来的、啊？北投的这个普罗旺斯，厉害啦！普罗旺斯，这个是今天大家的手上也有，是不是？对呀、啊，我的是放大版的。对，你们手上都有了吗？还是已经放到肚子里面去了？吃太快了，在肚子里面去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一下，这上面有这个山椒，然后也有柠檬，对不对？这是这些糕点的原料之一啦。那我们先从这个最小的，熊赞，你冷静，好不好？先让你看一下，好，看一下哈，来，谢谢，来介绍一下，这个上面有这个山椒，对，这有，你猜猜看，上面有香蕉，对，它是山椒哦，跟香蕉不一样，哦、而且很厉害，老板有跟我说，这个是栽赃昂。学姐，你知道宰张翻译一下，翻译一下，再重红，不是啦，就是他要放在树上熟了，他才把它采割下来。哦，所以是很新鲜的。对，然后做出来非常香，非常好吃。嗯，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山椒蛋糕，是我们青菜色小看起来像柠檬。对，答案都写在题目里面，好不好？学姐，你可以先把这个山椒蛋糕放着，这条比较大条。我们这个现场的朋友应该拿到的是杯子蛋糕，是我们的这个。青柠杯子蛋糕，我们这是放大版的啊，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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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要等一下要跟熊赞一起 share 的，啊，还要跟他一起分哦。哎，对，我们分享比较开心嘛，对不对？好，你冷静，你冷静。哇，空打这个空气也在练习就对了。好，这个青柠的杯子蛋糕呢，它也是用在地的新鲜柠檬来种植的，而且因为我们阳明山日夜温差怎么样？很大。没错，所以熟成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可以在这个蛋糕里面。品尝到我们这个柠檬酸甜的滋味，还有丰厚的果香。好，这个厉害了。接下来这个旁边这个，这个比较难哦，学姐。很厚实哎，这个对，很厚实，重量很厚。对啊，你猜猜看，这个是什么？地瓜叶。哎呦，你怎么知道？好厉害哦！等一下，给熊赞看一下，熊赞，你看得出来这是地瓜叶面包吗？
看不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好料都藏在里面了。哦，这是我们北投阳明山青菜社小农林静文所种植的地瓜叶。哦，然后呢，他把这个地瓜叶采收之后呢，然后呢就把它穿烫之后，然后呢揉进我们的面团里面，再去烘焙。哦，所以吃的时候才会有地瓜味的。对，不信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有吃这个地瓜叶面包卷的吗？有人有吃了吗？吃了的举手。有，好不好吃？好吃，对不对？很香，对不对？有地瓜叶的味道。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哦，本来要让你猜，结果其实答案都很简单。对啊，这都写在上面了。对啊，上面这是什么？这是通甘嘛？对，通甘。然后下面那个布朗尼，没错，布朗尼。小朋友最喜欢吃蛋糕布朗尼的，对不对？因为这，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你等一下，再等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款蛋糕呢，是我们非常浓郁的巧克力之外，里面的夹心是我们店家自己手工做的桶干酱哦，里面还有桶干酱，雄心呐，你给它狂买起来，不惜成本就给它做下去了。因为我们这家店的老板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天然手做、纯天然的部分，所以是非常好吃的。好，所以待会学姐看我们熊在一起，旁边那个已经迫不及待了，一起分享。等一下，熊在，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好不好？我们先谢谢学姐的介绍，掌声鼓励鼓励。学姐，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吃的要很健康，是，当然动起来也要动得很健康嘛。哦，对啊，有进有出，有吃也要动，对，没错，这样身体循环才会好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已经感觉熊在已经噼里啪啦讲了一堆话，但是因为我本人听不懂熊语，哦，要找一个翻译举若，是的，我们要找一个翻译举若本人，好不好？掌声欢迎我们的芝芝姐姐上台，耶、yeah! ！Hello， 各位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熊在，熊在，你先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来很开心，是要来跟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健身。刚刚大家是不是都把餐盒里面的面包啊，先放到我们肚子里面了？没错，没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消化一下，我们要运动一下。所以我要请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把你们的屁股离开你们的坐垫哦。来，我们现在请站起来哦，跟着我们一起唱唱跳跳。来来来，那也欢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到台前来哦。我们跟熊赞一起跳完舞之后，芝芝姐姐呢就会送你我们熊赞的贴纸哦， yeah! 代表你今天有跟熊赞一起动动身体。扭一扭，好，来来来，小朋友往前移动你们的脚步。好，那旁边有斜坡要小心一点。对，要小心，或者是站在原地也可以。对，我们跨大步往这边来，这边走路慢慢走。二，好，三，好，四，好，快的走路，走走走走，很开心就会怎么样啊？跳起来， yeah! 跳起来，往上跳，很好，大家都会了，对不对？对，换一边一样走路。走路走路走路，快的啊！快快快快，开心就要怎么样？跳起来！全被挡住了，对不对？跳跳，这样可以吗？目前到这里，学姐 OK 吗？学姐被熊战挡住了。欢迎学姐，我告诉你，小朋友跳得很棒，你也可以看他们。对，看前面，对对对，前面也都可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就是走路，走路快的，慢的跟快的，好，开心的时候就会跳起来，很好。那再来呢？我们开心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怎么样？抖肩。抖肩，抖起你，对，左边右边都可以，跟你的左边好朋友、右边好朋友一起互动，扭一扭，很好，后面的小朋友也很好哦。好，这个动作超简单，你看不用学都会，因为他平常都是这样在调戏学姐的。所以我们熊战是属螃蟹的，是不是？一直横的走路，他都可以走前面走后面都可以。OK OK。好，再来听到熊战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比赞，双手比赞。双手啊，不不不是啊，右边先嘛，好，右边先，好，左边先，很好啊。所以你看到熊战的时候怎么样？非常开心，想要送他一个亲吻，对，就是这样子热情的把他送出去。好，之后嘞，跳绳，因为他是运动健将，对不对？来，跟着我们跳一跳，跳绳四个，再两个，很好，再来就会遇到熊战，来再继续比赞，赞，再继续比个赞，赞，很开心，原地踏步，手画圈圈。然后再重来咯，然后就会再抖肩、抖肩、抖肩，记得熊赞比赞赞，送飞吻，然后跳绳，跳四个，跳两个，很好，开心，画大步，耶、yeah ！大概最简单就是这么样子啦。芝芝姐姐，我觉得大家已经快受不了了，真的哈、哦，所以我们赶快不啰嗦，我们用一分钟最精华的那个音乐就把它放下去，来。我们都还记得熊赞的口号怎么呼喊吗？当我说熊赞的时候，你们帮我大声喊 Bravo！ 好，我们来试一次哦，熊赞 Bravo！ 熊赞 Bravo！ 熊赞熊赞熊赞 B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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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来准备，拍手，跳起来，很好，帅气。
来跳四个，换边走路，很好，跳起来，帅气的，准备啊，抖肩膀，抖肩膀，很好，手比赞，亲吻，跳绳，很好，开心的手往上画。很棒，一个学姐掌声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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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哎、欸，熊赞，熊赞赞好赞好，你累了是不是？才一分钟呢。好来，我们现在台上来一张合照吧。好，来看前面，好准备咯，看前面喽，来来一个赞，一二三赞，再一个耶、yeah! yeah! 好，台下的小朋友大朋友，想不想和熊赞一起合照呢？耶、yeah!那我们要守秩序哦，那我们也请学姐一起到台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合照吧。好，来熊赞你先，你先。学姐说想要看你跌倒，不会，小心小心，慢慢走。好，小心呢、哦，可以的，我们熊赞是有练过的啊、哦。是的。